第十二课，你要茶还是咖啡？第一部分，学习课文。课文一，生词。学期、门、兴趣、课、对、书法、太极拳、感兴趣、可是、一样、选、还是、下。专名、语言学院、课文。这学期语言学院有六门兴趣课，我对书法、太极拳很感兴趣。可是，这两门课上课时间一样，我选书法还是太极拳呢？这学期我想选太极拳，下学期我再选书法吧。课文二，生词。运动，跑步，身体，爱好，踢，足球，打，篮球，醉，骑，自行车，报名。课文。阿明，你喜欢什么运动？我喜欢跑步，我觉得跑步对身体很好。你早上跑步还是晚上跑步？我一般晚上跑步。崔浩，你有什么爱好？我喜欢踢足球，也喜欢打篮球。马丁，你呢？我最喜欢骑自行车。我还准备学习太极拳。明天我去报名。课文三，生词。咖啡、味、红茶、绿茶、杯。没错。课文。我有咖啡和茶，两位喝点什么？我喜欢喝茶。你有什么茶？我有红茶和绿茶。你要红茶还是绿茶？我要一杯红茶。阿明，你要茶还是咖啡？我要咖啡。你也喜欢喝咖啡吗？是，我听说你非常喜欢喝咖啡，对吗？没错。补充词语：排球、网球、乒乓球、羽毛球、唱歌、跳舞。一、听读变调，二声加四声。一块儿、城市、一共、然后、不屑、服务。二声加轻声，觉得、朋友、时候、前面、学生、名字。
日常用语。一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张鹏先生。二，认识您很高兴。